又是我哋 Banana 同你一起睇楼嘅时间。今日带大家嚟到 Mansfield NG 19，介绍一间四房嘅半独立屋。而呢间屋嘅附近环境，步行约两分钟到附近巴士站，步行约九分钟到附近便利店，步行约十一分钟到附近超市，车程约四分钟到附近学校，车程约五分钟到 Mansfield 市中心以及大型购物中心，而车程约38分钟到 Nottingham 市中心。而呢间屋嘅一个 mile 内有小学一间 outstanding， 三间 good， 而中学方面有两间评级为 good 嘅学校。我哋一入到呢间屋，左手边有一个客厕，对面是厨房，而行翻出去就是客厅啦。喺客厅望翻出去就是后花园嘅位置。我哋出去睇睇先。而呢一个系有种植真草嘅后花园嚟噶，呢块草地都保养得相当之唔错。而喺后花园呢一道门就可以通往车房。再入翻去间屋入边，楼梯底有一个储物空间。我哋而家上去上面睇睇先，呢度系第一间睡房，房间内已经摆设咗部分嘅家私。去到第二间房睇睇，坐向同第一间房都系一样，望翻出去就系花园嘅位置。而呢一间房都几大噶，佢可以放到一个大衣柜。而隔篱就系放热水炉嘅位置。去到第三间房啦。坐向同其他房间就是相反，呢度是望翻去前院的位置噶。最后是一个 family bathroom。我哋再上多一层睇睇，呢间房就最大啦。呢度有一个入场柜，够晒储物空间，而且佢仲系一间套房嚟噶。咁今日呢间屋我哋就睇住咁多先啦。如果各位需要买卖房屋、租楼、装修、订购家私及电器、买车或者系机场接送，欢迎联络我哋 Banana 查询相关服务。